你非常可爱的帅哥正妹，两个啦，两个好不好？两个都很厉害，就是你了。我跟你说，主持人安安送东西真的是很随性的，我喜欢看到你们手没有放下来的那种嗨的感觉，好吗？如果想要更厉害的礼物，我跟你们说，手举起来好吗？手举起来。
左边一定还是会有的。今天叫声来一下好不好？来，双手借我们一起挥动好不好？来，左边、右边、左边、右边，挥起来。好不好？今天这个时间就是留给你们的，由我们对面的绿香汽茶饮店，我们的太子家族带来一连串十个小时不间断的晚会活动带给大家。希望大家如果喜欢的话，去捧场一下我们的饮料好不好？绿香的饮料只有赞而已，大家都绿香一样赞不赞？我们今天的舞蹈表演厉不厉害？好听的，来点甜就分吧。摇起来！我被考倒了，我被考倒了，对不起，没抓到你的痛，我等一下重来好不好？不过。首歌的时间，现场的朋友，我们最前面的二人组，哇，你有看到这两个人，真的是非常的可爱，非常的甜，而且有气质，好不好？跟我差很多，我可以分一半你们的气质就好了吗？好不好？来，喜欢他们的给他一个最热烈的尖叫声。